是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佛子菩萨摩萨于此善根修行难住屈入奢受积极变具误解心境开示发起时得堪忍心必讷取门善奢住根威仪具足远离颠倒正行圆满开外一切诸佛的法器能做众生福德的良田为佛所念长佛善根诸住佛愿行住佛业心得自在等三世佛取佛道场入如来力具佛舍相超诸世间不若升天不贪富乐不着住相一切善根悉已回向施着众生功德智障住究竟当普度一切与希望道中拔除众生令此难住一切善法遍住境界无断无尽开悉自菩提之门建立至诚圆净大道普能实现一切事情令力构演心善调伏生如来家敬佛总性功德具足做大福田为师所欲难离众生显令清净常勤修习一切善根现在我们讲这个十愿的第七回向大愿这个大愿跟前头是本来是相同的但是呢入世跟出世不相同就在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二十七参那么即位此位的菩萨是观自在菩萨显示什么呢显示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是入世的不是禅定修禅定求智慧那情况不同了所以入世很难呢这个甚深的道理咱们可能不理解而浅近的道理我们能明白例如说我们在常住就我们这个寺庙自己修行小业障也好啊了生死也好啊求生净土也好你修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而自修这就没什么干扰你常住呢就是护法就是护持你但是假使你得常住要负责任不论你负哪不负责任但是最困难的还是课堂很大聊负责衣食住行的他一天想怎么样大众师傅吃好让大众吃得愉快别人在修行
他一天呢蒸馒头做花卷煮饭做菜洗菜奶子也烧火就这一道程序吧。嗯，我们把他形容到入世了，我这么想了，他没有自己修行的时间呢，他想的都是别人。这个嘛还是内向的，在这内里头没什么干扰，大家可能也轮流着当过知客，你在课堂可就不容易了。为什么什么人来了到课堂你都得应酬他，你还得说服他，很多问题你看着没事啊，等你当几天知客你就知道了。来些人要见老法师，给老法师打个电话，老法师说不见，他溜达不走，你说这个事在中间就为难了，为难了，这是很容易处理的事情，但是发生不容易处理的事情。那所以像观自在菩萨入世大慈大悲不是好容易做的呀，那大位的菩萨，大位的菩萨有时候都很难，他怎么样随时候重伤，要随顺众生的善根，要修行众生得做起事，让他难住，让他屈辱佛道，还要摄受他，他又不接受摄受，特别说不世界众生，让他节制自量，对，是吧？你要出家，还得备办个三衣吧，得入衣袍吧，还人收你不收你吧，这些都是障碍了，哪能让他开悟，能解悟，让他心里清净，让他发起善根，这个种种开示，都不是随便能做得到的，那菩萨。那么这位菩萨的堪忍，一切都能忍受，堪能可以讲啊，可以不能忍受的都把它可以忍受的了，那自己先观呢取门，这个门呢、呢取趋向呢取的，反正呢事的门关闭了，关闭就没有呢，不做做呢，因为单舍住善了。这样要具足威仪，你要利益众生啊，你得做个标榜给他呀。一定不要颠倒，颠倒就是是非邪正不分。像我们经常说吧，本来不是长的，他把它织住很长。人人都明白。但人人都糊涂，这话怎么讲，人人都明白这寿命是无常的了，什么人都个死，没有一个不是颠倒的，他没想到他死，无常即常执着常，哪个道友想到了说我明天会死吧，没有一个这样想吧，又没得病又没得什么，他总往长了想，本来是无常，要把他想成常，这就叫颠倒。本来是必死的，没有一个活着的，他的想法就是不死。这是举例了，行正行，身口意，念佛的教导，发菩提心，这叫正行。离了这个菩提心之外都叫邪行，必须得记住这些个，这上头说了六种，接着才堪为诸佛的法器，就是说这个器皿呢才能够承受佛法，接着才能给众生做福田啊，能给众生做个福田，众生要依着你，我说亲近你，
你办，你能给他的回向，给他种善根，这是诸佛所护念的，要这样的修行呢，长佛的善根，住住佛院，行住佛业，做的都是佛事儿，心得自在。为什么呢？无挂无奈，就是有了觉悟的心，行也都是觉悟的事儿，是吧？与三世佛相等，等于佛。经常所住的、所趋向的，都是佛的道场，或者说法的道场、行道的道场，说道道场、行道的道场，都叫道场。道呢，就是场，就是处所；道呢，就是菩提道。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心里想的、口里所说的是一字性，而身体所做的，不贪富贵荣华，不投世间的享受，如来力了，这时候才产生佛的力量，断烦恼。所以这一点，关于这一点啊，我们诸位道友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佛业。比较而言，比社会、比世间，我们这心是自在的，没有比排相。都是自愿的。因此说，这样的一些众生，我们就现在，我们在世间而超世间，我们生活在这世间上，超脱了。超出世间了，同时，但是我们这里的发愿的不同，有想来生富贵的，有想升天的。一般的说，总的说起来，我们这佛弟子，不论你学净土啊，学戒律啊，学华严，更不要说了。他不要求升天的果报，他也不贪图人间的富贵，没用啊。对我们来说没用，要个人修道说没用，而对常住来说就不同了，建立道场、修道场，那得要钱呢，对我们轻松来说，我没有这个灾因，也不去想这些个，什么都不执着，随缘消旧业呀。随这个因缘一天呢，消磨过去所做错的事儿，说这的业，把这个善根都拿来回向，回向给谁呢？回向给众生，这叫我们度众生。我们每天把我们闻法、遵守常住的规律、持戒。这是善根呢，把这个回向给众生，自己不贪着，这也是行菩萨道呢。因地当中如是行，一劫、两劫、无量劫都这样去做，那你会得到成就了，就住究竟道了。而后又去普法一切众生，给他们做，如果是这太阳很大的，给他们做阴凉，让他清凉，不是热闹。众生在虚妄当中，在这虚妄道的当中拔除，让他得到真实，住到一些善法当中去。诸佛境界也是入世啊，从他因地当中一直到成佛，给一些众生开示智慧菩提之门。你要想挣扎智慧入菩提道，这是一个门，门者通达矣，以此能通达菩提道，能够开一些众生的智慧，
建立智慧的法床，严禁菩提的大道，能实现一切世间，在世间菩萨实现到世间，明明知道世间是空的，明明众生知道众生是幻化的，但是众生他不知道，菩萨要解除他的垢眼，尘垢的垢眼，让他心里不随着烦恼转，让他随着善业转，要心善调伏，业是心做的，心要转化了，所做的业都调伏了，调伏了。上如来家呀，咱把它说浅一点，不说上如来家甚深的，那佛子得登地，乃至于发菩提心。现在我们说更简单，受了三皈，受三皈就是上如来家了。但是从三皈一直到一切行门修行，把一切业都把它转化了，清净了，眼物业，眼物业的总相转成清净的佛的业的总相，就是具足功德，具足福田，才能给一切众生，世间众生做所依呀。众生在世间苦难当中无所依，菩萨入世做给众生做所依，能够难离众生，让他清净，显令清净，常行修习一切善根，让他行善根的心呐、不断，像我们诸位道友经常想到这个世间苦难呢，随时会出现的，苦难随时出现的，修道也不是那么清清静静没有障碍的，大障碍吗？那你就靠佛菩萨加持了，小障碍吗？你自己还得克服，克服呢就是能够忍受折磨，是苦啊，那这个世界就是苦，你生在这个中，上来所说这些个没谈到因果，全是所有因果，含着因果，入世间一定得入世果，同时呢自己经常的感觉着自己对照啊佛所说的法，现在我们这说的都是对照啊，这样我们究竟具足几个跟佛说的法，我们心里想的身体所做的相应不相应，就是合不合，那不相应的了，你把这些话变成行动，这是语言，语言变成指导你的身去做，也是开阔、你的心呢、让你开成智慧心，而觉悟心。有人不知道什么业来了，做不了主。他说要是在一些境界相来了，你能够自在调伏，调伏你的心，不要生烦恼，这也跟我们现实生活境界有关系没有？全是现实生活，就这么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在这个道场是佛的道场，我们不能入到如来力，你如来的力量那就是智慧了，我们也没有佛的德相，没有，我们在世间超不脱，但是升天嘛，
我们恐怕好多道友不会想，升天完了快了一阵子，完了又来堕落了，那个不会想。谈富贵的心嘛，我想大家还是放得下的。那昨天呢，我就土眼很紧张，但没得水了，土眼给我断水了，上下都没得水了。据说呢还要断得很长，你说没有没得水了，这生活可困难了。但是呢它会转化的，转化的。但是你说对景，对这个景，对景生心，现在这个景就像它就生起了你的烦恼心，不是胜利心。有甚至烦恼要如何处理，如何处理。那时候很担心大辽没，今天早晨没法做饭，但是他们好准备了有水。昨天我看很多道友去挖，临时挖沟想要喝水，来得及吗？可你个三天你还有力量去挖水吗？我们昨天大概就是淘我们的后头井挖井，头两天我就赶脚着要没水，让他买个水泵，我也帮把那井的水掏一掏，这样。昨天他就土也没有，还等没人掏呢。我们昨天忙了一夜，把井水抽到上头，把上头又打整，完了水才下得来才有。今天勉强着还有水吃。这是突然现象。哎，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也是两人可克服，或者另外担点水去。那这六七百人呢，突然没水。而且是一了解呢，他说普寿寺没水，人家都有水。什么道理？我说这个跟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遇到这种警戒线，你怎么样做？我们佛弟子第一个念头求佛菩萨，他们不信，我们非常信。不信三宝也他不信，咱们非常信。信了有什么效果呢？它会转化了，转化。而紧张那么一号，今天完全变化了。我们那个井也打上水来了。昨天偏巧又没得电，不但没得水，电也停了。为什么呢？下冰雹没电，没有电那更麻烦了，没电。咱有些个做饭还要靠电力，照明靠着电力，没了电了不很麻烦吗？你到今天早上四点钟才来电，等他来电的时候，我水也有了，灯啊照明也有了，他也来了。问题就是这样子，好多问题看着很困难，困难解除了就没得困难了。说自在不自在，不自在达到自在。当你不自在了时候，那考验功夫了，考验功夫了。你怎么样把不自在转成自在？但是我们自在当中的时候，可没想到不自在。这跟我们现实的生活跟佛所教授的要把它结合到一起，是吧？八风吹不动，这就是警戒风啊，外边是警戒风啊，吹你啊，让你动摇。你要住法常如是，那就靠什么？
佛则啊，菩萨摩诃萨以净自愿的菩提心，以这个力量修善根的时候，你自己这样想啊，作是念言，说这些个菩提心的力量的善根是集聚起来的。一是什么集聚人呢？一是你的觉悟心，菩提就是觉，觉悟心集起来。一是思维一切法，是依着菩提心觉悟心去思维，依着觉悟心的发起，依着觉悟心的思维，依着觉悟心菩提心的自落，依着菩提心的这所争议，菩提心渐渐就争议智慧，争议智慧里了，争议方便三巧，这个全讲方便道的，方便道就是入世间的，方便入世，根本造理。根本智慧造理的方便善巧是入世的，凡是发菩提心的道友，发菩提心者，你有个觉悟心了，你的自相趋向觉悟的果，要成佛的，与这个因与这个果相合的，跟你自愿呢相合的，那你就非常的快乐。违背这个自愿，跟菩提心不相合的，你又把它扭转过来，让它继续增长。所以说，任何的挫折，任何的困难，道心不退。但是求佛菩萨的时候，加持的时候，不是抱怨呢，不是抱怨。有些人呢不明白这个道理，它是一种抱怨。怎么叫抱怨呢？我这么修行，我这么用功，佛菩萨还不加持，让我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这就是抱怨。抱怨。不抱怨的想法怎么样呢？哎呀，我这业障这么重啊。我这刚发菩提心，不说利益人家吧，想利益自己还办不到，还出障碍，那就是因为自己的业障重。在这个时候遇到有些困难，第一个念头，修三宝加持。第一个二个念头呢，就是你平时的修什么法得有利益相应处。修这个法呀，你心里得到满满，那你如是加强修行，那这个样子使你现实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就转变了。那菩萨他是这样的，怜悯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不是为了自己，是怜悯救护一切众生，救护众生的目的，让他们莫退善心。遇到挫折了，遇到难缘了，他善心就退了。再想达到现前这个善心，很难。一退下去，那就堕落了。一堕落下去，再想恢复来，又得好多劫好多劫。所以为什么经常流转生死啊？就这样子，进进退退。不能坚定，如果坚定了，菩提心不发灾矣，菩提心要是发起了，一定要它念念增长，就是你让它增益，增益就是增长，你的菩提心增长了，道力增长了，就会救度一些众生，怜悯一些众生，而发菩提心，因为救护一些众生而增长菩提心，行菩萨道。